在我们博物馆，现在目前就是我一个，没有下次接触这个设计师没有。比如说，像这台小相机，它有多少个零件？407个。螺丝不同的规格，你装在不同的范围，你最起码你一看知道啊，这是什么螺丝，哪个范围的。这一个螺丝一个弹簧，弹簧的松紧程度调节的都会不一样。你看我们这个快门头子里面，你看所有的零件多么细小。你看啊，我这里同样是在按快钮，这个光圈的大小不一样了，这里是大光圈，对，啊，那我这里是小光圈。这个也是熟能生巧，如果坏到某一个零件是没有的，当然没办法配啊。巧手难为无米之炊啊，有人学那最好了。但是现在我关键问题在哪？他们觉得我学了干嘛？有什么用？你要靠维修的话，吃饭的钱都收不回来啊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